的火爆，我一定会教训你的。闪电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吃错东西了，肚子不舒服。可你肚子痛，为什么要捂住胸口？哎呀，肚子太痛，痛到胸口了呀！哎呦，那你等一会儿，我去拿点药给你，你要乖乖哦。一个小女孩还不是被我甩得团团转，叽叽。只要我把 U 盘病毒加载到多隆车的电子芯片里，多隆车就会瘫痪了，叽叽。队友们，今天的任务还没结束哦，大家继续监控一下各自负责的区域。好的。大家肚子饿了吗？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？不用了，等晚上我们一起回甜品屋吃就好了。居然那么认真工作，是你们逼我用杀手锏的。大家有没有闻到什么臭味？是这块臭香蕉皮，我最讨厌香蕉了，太恶心了，赶快把香蕉皮清理掉。我们先把香蕉皮扔到外面的垃圾桶去。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快走吧，外面偷偷亲。跟我闹，你们还嫩着点，叽叽。好臭啊。成功了，病毒已经加载到多隆车上。喂，猴二毛，开始下一步计划，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，叽叽。这是哪里？闪电，你终于醒了。猴二毛，你们想干嘛？问得好，我们抱歉啊，先接个电话。好的，马上开始下一步计划。计划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潜入计划。侯宝莲假扮你潜入了你们的基地，让你们的多隆车中了病毒。现在我该出击捣蛋了。香蕉一号启动。你不能上来哦。为什么不带上我呀，二毛？你走了，谁来盯着闪电呀？哼，就你和侯宝莲出去玩。猴天气最适合搭配甜甜的冰淇淋了。怎么刮风了？黏黏香蕉皮发射！救命啊！香蕉皮好恶心，快来救救我！小胖子，你的冰淇淋不错，快给我吃！做梦！我要叫猴火龙守卫队来帮忙了。喷了空气清新剂后，感觉没那么臭了。小静，快来帮帮我！猴二毛在街道上到处捣乱，最可恶的是他还想抢我的冰淇淋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猴火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猴火龙守卫队出动！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双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闪电，闪电。守卫战衣，装备，一生团结，小静。轰轰的
安全了。发现你了，小胖子，吃我一跤！捕捉我，发射！香蕉皮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。火风，谢谢你。猴二毛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。年年香蕉皮，发射！龙骑甲形态转换。就凭你的这点小招式，可对付不了我们哦！闪电，你干嘛？闪电，打人是不对的，队友之间有矛盾，应该好好沟通。就是，谁说我是你们的队友了？看清楚我是谁！啊，红宝莲，你们全被我骗了！叽叽，你把闪电怎么样了？别那么冲动嘛，火霸！我这威武龙骑甲动不了了。火霸，我来帮你。什么？我的灭火龙骑甲怎么也……我们的也动不了了，因为多龙车都被我加在了病毒程序。还是香蕉二号开的舒服点儿。二毛，让火火龙守卫队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我等好久了，送你们一场香蕉皮流星雨。大家快散开。收到。猴宝莲和二毛好棒啊，叽叽。要是我也能去帮忙就好了。你肚子饿了吗？我不喜欢吃香蕉，能不能让我出去买点食物？没问题呀。不过我这样走不了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解绑了？对了，还好你提醒了我。谢了，三毛。速度决定一切。不客气，记得帮我买一杯奶茶回来哟。彤彤，怎样才能再次启动多龙车？你要拿到猴宝莲的 U 盘，我才有办法破解病毒。但是没有闪电龙战机，我很难对付猴宝莲。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激活了你的背包载具功能。背包载具可以从飞天龙战甲的机体里脱离出来，独立行动。大干一场吧，闪电！知道了。火箭背包启动，看我的超级速度！你们逃不掉了。猴猴龙守卫队，年年香蕉皮发射！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！我不要打我！你真是猪队友啊，二毛！谁说我是猪？我是猴队友。闪电，这一次我要好好教训你！香蕉激光发射！还想启动多龙车？真是笑死我了！叽叽，激活多龙背包载具，启动！多龙车居然还有这个功能，真酷啊！不过我的香蕉二号可比它厉害多了，激光发射！你只会逃跑吗，闪电？我可不是逃跑。超远距离照射灯启动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！你的攻击根本碰不到我。你别得意太早，我要放大招了，臭臭香蕉皮发射！我就等你这招呢，冷风机暖风机双重启动。
感受疾风吧。侯宝莲，把 U 盘交出来吧。哼，这次是我大意了。干得真棒，闪电。等等，你是真正的闪电吗？你昨晚偷吃了冰箱的蛋糕。停停停，我知道你是真正的闪电了。跑跑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